我叫释雨桐，今天我给你们唱的歌是叫《可可西里》。92.5分，93.1分，96分，94分，95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总评分是94.03分。今天我演唱的这首歌是歌手叫《渴望春天》。看紫罗兰开放，我
报分90.3分，91.8分，94分，93分，92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得分是92.27分。下面请35号选手上场。好，我的名字是劳嘉欣，今天我唱《嘎达梅林》。91.4分，
90.7分，91分，93分，91.5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评分，最后结果是91.97分，91.93吗？好，重报一下啊，91.53分，谢谢。Yeah, 我15岁，我今天要唱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Thank you.
谢谢。为两分，93.5分，93.2分，91分，95分，95.5分，去下一个最高的，再去下一个最低分，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分数是93.90分。好，下面37号的选手请上场。带来的歌曲是《我住长江头》。92.9分，93.4分，96分，92分，92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我们看一下，张雨佳的评分是92.77分。我们青年组、青少年组的比赛就到此结束。下面请稍等，我们会发布参加决赛选手的名单，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。我宣布一下这个青少年组的28号宝林，29号黄英文，30号王若凡，32号岳如熙，33号施雨桐，34号李皓月，36号蒋光艳，37号张雨佳。祝贺你们，明天下午3点钟来。